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听我念忏悔语。阿舍利尊念，摩地主妙音，自从今日乃至明尊。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达摩，利益中尊；皈依精卡，自众中尊。阿舍利尊念，摩地主妙音，自从今日乃至明尊；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达摩，利益中尊。皈依精卡，自众中尊。阿舍利尊念，摩地主妙音，自从今日乃至明尊。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。皈依达摩，利益中尊。皈依精卡，自众中尊。要看大经课注。第五百空一页，五百空一页，倒算第五行，对中啊，《法华经》法师品文，这个看起，《法华经》法师品文，诸经是诸佛。必要之中，这诸经是指《法华经》，不可分布，蒙受有灵。有密宗，称彼密宗，因密法者正是诸佛必要之中，不轻视灵者也。这是咧讲一行完教的这个经典《华严》《法华》，这是佛不轻易说的呀！《法华》。这些看摩尼佛最后讲的一个大单元，最后的八年，佛说法49年，头前所讲的阿含红顶。凡是42年，头前讲42年，最后8年是讲法华，换一句话讲，无相当深的这个基础，这个经义听无，那就学校内底研究所的课程。一定爱大学毕业才学这个，大学若无毕业，小学啊中学生那是无办法去学习。不讲阿含上小学12年，占落了学佛的根基，然后是8年上是中学。顶面通修行，后面是通大行，把大行做一个准备的功夫。这个八年讲完，正式就讲大行。大行来得有密宗，讲了22年，不济啊，
二十二年是讲什么呢？这个秘密物件讲二十二年，就是讲一切法空无所有啊。啊，八字经的代表就是啊，八字经的大纲就是金刚八字波罗蜜经，是六百卷内面的一卷，这卷是八字大纲。总纲领呢？总纲领是心经。262呢展开，不讲了二十二年，啊，真正有人相信，有人觉悟咯，有人真正放下咯。六百卷的大不济呢，这佛经内头最大是佛头，所讲的就是一句话呢。跟你讲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啊，所以佛彻底放下，释迦牟尼做出来给人看了。不是讲伊讲了无去做，伊做出来了。你看伊一生逍遥自在，拢总放下了。父母定数一生也无寺庙，但你周围都在树卡，你中西树卡一宿，这是新鲜的生活。那诸佛如来的生活呢？一般人是动不掉的，这就是必宗咯。伊为什么遐快乐、遐欢喜呢？伊无所有，阁遐快乐，真正是伊无所有才会快乐啊！有就未快乐。那有会安怎？你心内有拖腿啊，心内有忧喜，心都有苦乐哦。伊无忧喜。啊，晚年放下了。为什么放下？万化皆空。啊，这个万化皆空，你就较听无咯。这叫做密宗。啊，现在科学家发现咯，发现什么？发现万化皆空。啊，量子力学家。我看这报告是普朗克的，一工人，爱因斯坦的老师，那也报告来讲，根据伊研究，到最后，伊讲全世界啊，整个宇宙根本都无物质这个物件，物质是假啊。甲佛法所讲的万法皆空，甲佛在经上所讲的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完全共款。但是呢，佛放下，普朗克无放下，伊还阁是凡夫，伊还过去六道轮回，知影咯，也无放下，那真不容易啊！你来知影？不断的去分析，就跟佛法咧讲的道理是同款。我咧分析叫做五摩顶，跟五摩顶分成七分，七分之一叫做油摩顶，油摩顶个分七分，七分之一叫做土摩顶，如分如水，如分如水。那分到最后叫做结微色。嘛叫做啊，结为之谜都未能分了，分都无了，啊，物质都无了。国家嘛是用这方法啦。啊，配这么一讲，国家发现原子，迄个是俩这种原子是物质内底上介水，未能搁再分咯，
随着科学仪器，这是啊机器制作的不断的提升的进步，愈来愈精密，原子嘛会当个分。原子分出来了后，发现什么物件呢？原子核、中子、电子，组成原子。啊，原子核嘛会当分，电子嘛会当分，中子嘛会当分。啊，佛爹经常有讲，大概佛经上咧讲的微尘就是原子啦。佛讲的阿罗汉的天眼会看到。六道里面的天眼看不到，阿罗汉才会看到。那三个阿罗汉，因住在第四禅，住在四空天，因的天眼嘛看不到。别人的想象应该是原子，阿罗汉这人看到这个呀，不详细就看不到了。这个物件搁当分，搁分呢？佛学名词佮称作色诸极微，大概色诸极微这个范围真大，包括现在所发现的基本粒子、夸克，大概是这类的。这类总共就有100多种。啊，这个物件搁再分，分到最后，科学的名词叫做微中子。啊，微中子偌大？科学家甲咱讲，100亿个微中子，电子会呢，体积等于一个电子。换一句话讲，就是讲电子的100亿分之1。啊，这水物件，不分啊，都无咯。目前现象都无看到，这个物件迄就是佛所讲的极微色咯。极微色袂当分，一分都无咯。这个秘密，我可加揭穿咯。这有条奥秘啊！你这揭穿了后，我知道你是什么，发现原来啊。物质拢无咯，看到是念头啊，普通的现象啊，这个发现就会肯定咯。物质啊是对念头变现出来，无念头都无物质，无念头都无物质。这个甲佛经上讲个对号咯，佛在经上讲，相由心生，色由心生。这个色跟相就是物质现象，那个心就是念头，但一切法从心相生，你看跟佛都对到了。这就说明有条现象里面是三大类，第一类物质很清楚，物质是念头生的，念头按怎来，现在就是对种念头，念头现在无结论啦。但是呢，发现念头生得真紧，念头是无原因的，那就是忽然起来，立刻就灭去咯，消失咯。这个现象呢，《楞严经》上有。啊，《楞严经》讲的，当初出生，随处灭尽，这个现象，佛科学家嘛看到咯。啊，不过佛经上咧讲的，念头啊，是由业相啊变现的，那阿赖耶三世相、业相、转相、境界相，念头就是转相，转是转变，变作物质。那所以对于这个念头，科学家也阁无讲清楚，那有理由相信，阁再记。20-30年，伊就会讲清楚，甲佛法是完全同款。
这个大乘经上啊，佛都有言，用啊意识，就是第六意识。第六意识就是念头，念头能量非常大啦。未来会当去研究阿赖耶，啊，对我呢，都会当去也研究宇宙的边际。啊，有这么大能量，就是讲未当研究自性。啊，对自性，伊一点办法都无。佮家是用意识，用意识特别到极限咯。到阿赖耶的这个业相就到极限，业相实际上因知影，应该叫做能量，有滴个能量。这个能量是一种波动的现象。那换一句话讲，阿赖耶三世相、业相、转相、境界相，因的名词是能量、信息、物质。用这个名词啦，这完全对会丢啊！这是啊，务必这个你家的过去，我的大乘经有讲过，讲真多，历代偌济注解拢嘛，讲未清楚啊。那哪拄到这经商，诶，这一句咧，啊，就真歹讲咯。只有看到古人安怎讲法咯，啊，就照伊讲法，就照伊安尼讲啊。诶，其实问题真多啊。那所以科学有甲咱啊帮一个真大个忙，互咱甲这个问题啊登去咯。这一个登了后，真相信咯。如果咱也是会当用这个啊，佮家属讲的，讲什么呢？佮弥勒菩萨讲的是同款。啊，不，这里什么款的情形会发生的呢？这都是弥勒菩萨佮释迦牟尼佛的对话。佛问弥勒菩萨：心有所念。啊，凡夫动这念头，这个念头内面啊，佛问了，有几念、几相、色也。这句的问题是问三项代志：第一是心有所念，这个念头是几念，有几相、有几色，问这三个问题。啊，念就是普通现象，啊，相呢就是物质现象，物质现象对念头来，色呢色就是受想行识。换一句话讲，啊，咱今仔日是咧讲这个心理啊，甲这个啊物理都是物质，伊根本分不开。这嘛是啊，近代科学家发现，四百年来科学的发展，行伫一个误区，就是一个错误观念。这个错误观念是即个一切法分作两分，一个是物理，一个是心理，这是绝大错误。所以啊，物质拢偏向伫这个物理的，现在物理出问题咯，无办法解决。啊，今仔日这个社会这个乱象，包括这地球这个灾变呢，啊，拢嘛是物理造成的，是人为啊，不是自然的。为什么人为？化学技术破坏大自然的规律，那造成今仔日这个灾难，这是安怎？这是偏咯。唔知心甲物是一体，一定要甲伊分作两分，啊，就出乱咯。所以现在科学家伫咧讲，一定爱回头来肯定心理
啊，这个文理也是一，不是理，这个佛教就对号了。佛教讲我文，我文是讲一体，色受想行识，伊就袂当过分呢。那吉比色来对是色受想啊行识，换一句讲，把最经上伫咧讲诶，我文皆空。人原来拢想诶是人，我文是个人。肉体是色，有受想行识，有感受，有思想。这个感受、思想、念念相续，都是行。啊，咱总以为这是安尼，无想着讲，我问上细咧，最基础就是吉微色，就是科学家咧讲的微中子。微中子就是我问，我问解空啊，甲你讲咧。啊，微中子是假，无存在。啊，所以一切法难法，就是这个微中子组合成的。金刚经上来讲，一合相，一切法拢嘛是一合相，一就是微中子，就是组成，伊啊，组成一切万法。啊，一切万法的本体都是微中子啊。微中子物质甲精神啊是袂当分开，所以啊一切万物拢袂当分开。多啊，有受想行识有啊。美国秀兰博士来我家来参观，甲我讲，多啊，伊毛即门角低啊，伊会看会听，就像根本性是跟水同款。你袂当摸呀，伊讲即地板、墙壁、天花板，你即地所有物件拢会看，拢会听啦，伊拢了解你的意思，你起心动念，伊拢知呀。啊，修兰博士用意念甲人一比，形成非常可观。啊！我问伊讲，你甲人一比的原理是虾米呢？你甲我讲清净心，哎，音修佛教徒，你大概唔知影佛法，伊个方法是果乐下位为土度传落来啊，世世代代传落来，所以讲也。理论依据是清净心，清净心什么款？伊讲跟你的这个记忆，这个记忆是阿赖耶识，记忆内面啊，唔好诶，这记忆拢总甲清除，那清除是放下，那是讲放下，甲一切负面呢，不善的记忆拢总甲清除。然后佮善呢，嘛个清除。啊，善不善，拢总个来清除，你的心清净。啊，都、就是用清净心来清除，这种用意念清除，物质现象内面的这病毒。病毒是甚物呢？病毒是贪嗔痴慢疑啊。这个佛法讲是同款，那佛讲三毒：贪毒、嗔毒、痴毒。啊，傲慢是属于傲慢怀疑。啊，咱对这个所在个联想到这个情执，这就是什么？啊，贪嗔痴三毒的核心提到了。贪毒的核心是精进，嗔毒的核心是傲慢，嫉妒的核心呢、啊、就是怀疑，所以就爱断贪嗔痴，爱对对落手，对精进啊，傲慢怀疑，对这落手，
啊，就是讲，讲伊最坚固、最坚固的功夫，其他就容易咯。那荆棘都爱放下，木板都爱放下，啊，怀疑嘛都爱放下。啊，这个人一旦个贪嗔痴放下，你身心健康，无病毒，你生智慧，未生烦恼。生烦恼，拢嘛是这三项物件：贪嗔痴。啊，贪嗔痴核心就是荆棘、傲慢、怀疑。啊，咱了解伊个真相，都愿意放下啦。无了解就唔肯放下，唔肯放下，你就会去六道轮回啊。六道轮回就按你来，确实就是贪嗔痴慢疑，自私自利。那即个错误的思想啊，造成啊六道轮回咯。那个即个思想拢无，拢总放下，六道轮回啊就无去了。啊，六道就像一张网，大英家大师讲，网里明明有六处，隔叫空空无大千。啊，你只要放下贪嗔痴慢疑，精进，一路精神，网中精神，精神了了后，六道就无无去咯。啊，精神是甚款呢？自性法界，就是啊，佛啊，菩萨正门严格，还什么？释迦牟尼佛净土，啊，六道是释迦牟尼佛秽土，啊，个自性也个是一张网，啊，六道是网中之网。啊，那安尼是，首先我改对对来，对无明烦恼变现出来，对五七，啊，贪嗔痴七啊，对七来对变出来，七已经拍灯啊，初二迄个五七登起了，要死。那个色就是变现出塑性化改啊，那色的武器啊，是爱什么物件来登呢？爱把这地灰，地灰那是亏，阿伊就登咯。啊，所以明心见性，大天大我啊，明心见性，无明烦恼就登咯。无明是起心动念。不起心不动念咯，这梦个精神咯，那精神的发现是什么？就是诸佛如来十不的庄严土啊，这个实实的真实是法界是假啊，那六道十法界拢嘛是假，到十不土才算真正，真假定义是什么？假呢？啊，是啊，生灭法，无生无灭。啊，真假的不生不灭。啊，所以啊，你生到十八土是不生不灭咯。啊，极乐世界是十八土。啊，极乐世界是无生灭。但即个读到这经文啊，甲咱讲。头前拄啊读无偌久，头前有两摆，啊，到极乐世界身体，毋是肉身，爱知影我咱今仔这个身体，肉身是阿赖诶相分，意念呢是阿赖诶见分，阿赖耶是妄心，是生灭心。所以变现出来的这个物件，拢嘛是生灭法。咱的念头嘛是啊，你看前念变后念生，一个煞一个，伊袂中断的啊。
那细胞嘛是安尼啊，细胞啊，这肉体是物质现象，物质是对念头变现的。念头是有生命，所以细胞有生命。细胞大家知影，新陈代谢，每一工时时刻刻有旧的细胞消失，新的细胞啊生长。但是呢，咱无办法，和这个旧的细胞灭去，新的细胞生成，这个新的就是会当取代旧的啊。啊，咱就是永远的年轻咯。啊，为什么袂动？袂动是咱的念头袂动，咱无切住之心。咱来念头拢像个囡仔同款，什么物件拢袂放在心内，而且细胞循环啦，啊，伊拢是新的啊。那就汽车咧换零件，拢换新零件，唔是换旧的。啊，咱即卖这妄念啊太多，念头啊太多，梦想太多，换零件拢是旧的。无换新的，逐工咧换，但是逐工拢换旧的啊，你亏就食大咯。啊，所以人无聪明的人，那就世世代代伊什么念头拢无，伊无因为老，为什么伊无妄念、无杂念？那一般咧讲伊无欲望啊。这种人的年轻啊，这种来老，就是讲伊老化较慢啦、啊，较缓慢。欲望愈多，老化会愈紧，身体愈无好。人上好的是什么？欲望拢无，是看无能甲咱所实现的。啊，是看我的一生。你看，伊迄个模样拢嘛是迄款，无看到伊老化啦。啊，拢嘛是甲咱做榜样啊。啊，修行人阿罗汉菩萨啦，你看伊个相健康、年轻，一百多岁。伊年纪啊，亲像五六十岁人同款的啊。青春是当永驻的。这量子力学家的承认，就是讲你的细胞每换的拢新的，唔是旧的，无带任何病毒，清清气气。完全在心嘛，所以科学家提出一个新的概念，以心控物，就是讲用念头控制咱整个身体。想要家己的身体健康，大心来念头健康，念头健康是永远都无老的观念，无病的观念。平常啊，日常生活中无不如意的观念。就来永生啊！世间人欢对欢喜，对着了欢喜，欢喜细胞嘛变态，嘛变无正常，无顺家己的意思的忧虑，再要损失去了，忧虑烦恼，那个伤害是更加大了。啊，唔知讲这个一切万物是无常的啊，这是有甚人好欢喜的？你就是无所谓，失去嘛无所谓。来你花枝，这款人无用破病。那这款人生活真快乐，无用的老化，大行拢计较，爱都未讲未老化咯，爱都未讲未破病啊。啊，咱对事实上呢，啊，你去甲详细观察。我伫台湾的机器有一款老同学，抗战期间，阮是同学，
来台湾了后，来因伫个机关内底服务。啊，每工无想着老，啊，无想着病。那一些生活了嘛，真正常。到退休咯，年龄到退休咯，这个时阵想老了，到退休年龄咯。退休了后啊，这个两年都无见面，无等啊两年啊，这些见面那像老二十岁啊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退休了后，大刚想我老了，啊，大刚想老，一刚比一刚老，老化真紧。啊，因看着我，哎，啊，你哪会讲无老嘞？我无想到老啊，我那是想着老，伊就跟恁同款咯。老的时阵会安怎呢？就想毛病咯，大刚去倒去上班，去比伊去上班啦。叫医生看，愈看愈害啊！无病就看出病来了，要有病就无办法咯，我袂救你咯。龙马是念头最热啦，那极端不善念头，所以啊，佛教咱呢无得失的念头。即个平常生活当中，爱养成，干掉一点啊嘛会痛心，又不计输，得着嘛无欢喜，啊，一切拢无所谓，你就终身不老啊，你就真正解决问题咯。所以以心控物，用咱的心念，正常的心念。正常的心念是无念，这是正常。为什么呢？慧能大师明心见性就讲出来了。那咱的真心是什么款呢？第一个是清净，啊，本自清净，从来都无念有起。啊，你那里的讲你被念污了，那都是你错误的念头。那诸行从来不念，念不是什么？念不是阿赖耶的妄心啊，真心哪会讲会念污？啊，第二个不生不灭，那真是无生灭的啊。第三个本自具足，本自具足什么？我的华严经上讲一句话。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有具足者个，具足如来果地上的智慧，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上好，具足者个啊！所以这物件唔通向外求，外面求未到啊，外面求心外求法。哎，真忝啊！啊，那向我求错了，用来求，求升官、求发财，拢得向来求啊！我靠，求未到呀！我有拄到一个国家的领导人，啊，伊参加竞选，来问我啦，伊选的调位。啊！伫台湾，我就拄着几落个，我就问伊讲：“你想要竞选啦？伫着这位置，就为着什么？那是讲为着家己升官发财。你选掉了，你命内底有诶。啊，命内底若无，就选未掉。”命内底有肯定选条，那你唔是为着升官发财，
是为了国家、为民族、为人民造福，你肯定选调啊。迄、那个命内底有诶，伊都会互人淘汰，伊选你啊。为什么众神会选你啊？那老祖宗会选你啊？你一定会互选调啊！这就是什么？你策划众神相信。我不是为我自己啊，我有这个职位时阵，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。真正下己为人，咱在历史上看到宋朝的范仲淹，啊，范仲淹名刀啊，不是讲真好呀。他主是伫寺庙内底。食什么？每天煮一点米，煮好了分做四分，一顿食一分。你就知影生活真艰苦。啊，有一天，伊个寺庙即内底咧，啊，伫个石仔卡发现，人有埋藏伫遐黄金，一斤咧。一斤的黄金，伊发现，伊甲伊土砍起来，抬起来，无甲任何人讲，伊无摕个半仙，迄毋是伊财富啊！伊若体定会发财，会当过好日子，伊会当体定会无人知影，还无主，啊，不出不义之财啊！啊，拄到一个算命先生，而且算命先生甲伊算命，看看我是毋是做宰相。啊，算命先生讲你这金秀才，甲口气啊袂衰，甲爱笑，还马上改口。伊讲你甲我算看卖，我是毋是做医生？伊讲你哪会讲对宰相一日就变甲医生？永久宰相甲医生会当救人啊！这个算命先生就讲，你是真宰相，要个人做宰相。为什么？命内底无，伊嘛会做到。因是为家己啊！啊，真正是为了可怜众生。这个人向的都是天福啊，神灵、天灵拢会帮助伊啊。那所以你若是竞选，抱这款心态、这种愿望，真的不是假，你就决定的人选调啊。你若无选调，那就说明讲人民无福，人民无福报。你们应该受苦啊！你来救人民，你是为了救世来啊？哪会讲无机会道理呢？啊！所以这些拢嘛，创清楚、创明白了，你就真自在咯。福家人随缘，那攀缘，人爱啊尽分。因我大师讲，敦伦尽分。啊，真正做到敦伦尽分，那就是本龙密先生所讲，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轮就类别，嘛包括咱今日所讲的行业，咱选择这个行业，为什么？为众生造福，
为家己。啊，选择出家，这嘛是行业。出家从啥？出家教学啊。这下无了教一世人。49年，无一天休困呢。经常无咧记载讲，释迦牟尼佛倒一天放假，哦，啊，咱细心去观察，佛教是甚物？佛教是教育啊。释迦牟尼的身份是教师，是一个多元文化。用现在话来讲，多元文化的教育家，那伊是多元文化教育的义务工作者，伊无收学费。无分国家，无分族群，无分宗教信仰，只要你肯来学，伊就认真给你教。所以佛经内底啊，有真多宗教徒呢。佛啊，无叫伊改变宗教信仰，无。为什么？佛的教学是对宗教信仰无相干，无论信什么宗教拢无关系。啊，佛这个要求是智慧，是跟你讲。修慧啊，修福，这个教育是福慧的教育。那你念三皈的时阵，皈依佛、礼足尊，这个礼，这个是智慧，这个是福德。啊，这两种里面啊，最尊贵的就是佛，就是讲。一切有智慧、有福德的，未当甲佛相比。佛的智慧甲福德是上大，这叫利足尊，足就是圆满、满足了。啊，高级的佛法，啊，称之为密宗。阿弥宗是释迦牟尼佛在世最后作算，阿弥宗呢，是佛法来对这个宗派，称秘密宗。实际上，这秘密不是袂当甲人讲的啊，这个秘密因。密法家啊，正是诸佛必要之宗，不可啊，不轻视人家啊。但唔是这款的根性都唔明个假，伊未晓咧，伊无办法修好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唔是心秘，啊，唔是什么秘密，唔是。那金耶罗菩萨，耶罗世界菩萨，简单诸法必要啊！这个啊，诸法必要是什么呢？必要当中的必要，都是信愿持名啊，往生净土，不退成佛啦。是太秘密咯，啊！你相信简单，但是伊最难信。啊，经来对定咧讲咧，难信之法，难信之法。啊，我变30多年，即久才了解。安怎难信之法？我从30多年才相信，那就难信之法咯。啊，我那是这入佛门，马上就相信啊！我老早就成佛了，
都是啊，唔肯相信啊，因为太容易咯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代志呢？啊，等烦恼偌困难的啊，无等烦恼哪会成就呢？伊就是啊，唔免去等烦恼，实际上是无等自等。苗栗苗栗一地啊，所以以前唔知呀。按照我不断主灯，一刚刚都是阿弥陀佛啦，除阿弥陀以外，什么拢无。十年二十年，除阿弥陀以外拢无咯，我就转灯咯。哎，就是一句佛号，住住念念，把烦恼把清除了。实际上，你若认真去做，哪都要二十年呢？咱梁王行端伫净土圣贤路看到的，直接三年。你看这个人接触这个法门，一个佛陀念三年龙生，都无知时机啊！都怀疑啊，佫有寿命，伊毋是无寿命，伊无爱了。啊，老错心即是龙生，伊要十年寿命，伊无爱了。我这个心，我要来做表法，做这实验，啊，伊就做成功咯。有福无偌久啊！啊，咱真正相信啊，经来对所讲的，伊啊，真诚心、恭敬心，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。小八十一劫的生死同罪，不是假啊，是真的啊！这个佛号念经三年，不得了咯，什么业障都把它消去。啊，咱今来念佛，念佛来对参杂，有梦想，有杂念，所以个念佛的这功德拢破坏咯。人咧念佛百分之一百功德，我念佛只有百分之二三的功德，百分之四个功德，这袂用呢。那是讲念佛的时阵，甲妄念、杂念拢总放下，你的好过得不可思议啊！这点袂记啊！我创了六十二年才创清楚、创明白。你现在听我的讲，变变无讲咯，当年都无讲啦。啊，我讲的这下啊，有达咧流通啊，唔达，为什么？啊，今年都无讲。人问我要听到位，听最近呢？啊，愈最近愈精彩。你唔相信？甲去年去对比看卖，无同啊！啊，所以讲的这物件，啊，别人留了当补，我看拢无，甲看一个啊。啊，真正的补那就是你心愿之名。这是诸佛的啊，臂中，臂中当中的啊，臂中。所以，给了菩萨各个啊，拢嘛先谈诸法的必要。乃显灵开眼，诸佛一切显密深深的必要。哎呀，真正个这句佛号连通了。然后十念妄念拢无咯，一切诸佛言密你全部拢了解咯，你全拢明白咯。那全拢明白了，你是安怎教人呢？你肯定是教人老实念佛啦。就这句话，啊，这句话是真言，
这句话是你几十年工过的结晶。那家己创几十年，才知影讲老师念佛啦。然后这句话这个意思啊，肯定的这句话，啊，其他较困难啦，无容易成就。这个法门一生啊，决定会当成就的，啊，而且非常的快速。行道英雄呀，行道上经乃天台上行之三昧。这什么呢？行道啊，就是散步啊。佛门内底咧讲困惑啦，随着这佛像，而且随着大殿啊，所以说这道场拢会用呢，啊，嘛是一种最好的运动。啊，行道时阵上经念佛，我爹早年在台湾的南部江津，有一个老技师，80多岁，身体真好，将军出身，每年伊学物件真多，学过禅，学过密，我每年专门啊念佛。伊甲我讲，想干咪用袂着力啦，念做老师念佛啦。甲我讲，每天念佛30000声，行30000步，所以伊身体真好。伊拄啊装卡，伫装卡咧行路，一步一句好好。啊，每天透早30000声好好，行30000步。啊，这个方法啦，真好啊！啊，念佛人真正念佛，我听你讲，哎，分秒必争啊！阿弥妙行菩萨甲人讲的，少讲一句话，多念一句佛啦。念佛会帮助你往生净土，帮助你一生成佛。讲话是六道轮回，加讲话就是加做轮回业，未当出六道啊，这才辛苦咯。爱学较兼讲话，加念佛。啊，对于这个话是啊不得已，会当卖讲上好是卖讲，用清净心。用平等心，啊！这个世间什么代志最重要？念佛最重要，无比念佛的代志更加重要。啊，唔通唔知影这个道理呀、啊？往生就是爱做一个往生的模样，好，大家来看。哎，就是普度众生，往生无破病。往生的时阵，快快乐乐去的，欢欢喜喜去的。啊，互人看到个，哎，有福啊，足好个呀！啊，做会到未？做会到啊！啊，老祖先技术做会到，各个人都嘛做会到，只是你唔肯做，
你也知影，即款做法是功德真大啦。大侪人看到你也生起信心，将来因念佛来去救了世界，拢嘛是你度的啊。啊，无看到你种往生也信心啊，生袂起来。啊，所以念佛人往生，会带一批人去救世界去啊。啊，这是天台宗经行，啊，咱经行，唔是从经，咱经行的时阵念佛号。啊，经呢？即讲目录精声，精是佛门的法器，梵语叫做见锥。这是明集的法器，靠精弄果，弄果是出家啊大众的集合。啊，听到精果声啊，就要去大殿去集合。所以明中乃集中即护明，由明中护性功德，正一阿含文，若共经的时阵，一切恶道诸苦，并得停止，有遮大的功德，恶道的众生在受苦。地狱无鬼，听到钟声，伊个苦也都停止了。啊，由此知影，对啊，幽冥界的众生来讲，这是给因真大的利益。佛祖通记在那观讲。冥冥中中，人伫要中中的时阵，闻精庆声，精气正念啊，所以助念的时阵，要用殷勤，唔能用伤多，用一个殷勤就会用你咯，用勤嘛会用你，殷勤搁较方便。目录精声，这是比如说法的人，正如红中中正红光，知晓观文，那音声会当达到真远的所在。啊，古刹时阵无公布的这些设备。现在有公布啊，都无同款咯。啊，中共呢，经教内面啊所讲的这些，咱拢要留意啊。咱自行啊，常常去想着利益众生。就是化他如何会当将这个音声关门？现在咱用网络、用话机、用这种手段，和钢筋连呼，啊，帮助全世界无缘的人。那有缘就是会收看，也收听，拢得到利益。这个利益不可思议。啊，我伫个南洋，啊，南洋伊斯兰教
真多啊。透早我听因咧祈祷，有一喇叭对着窗仔口，外面足大声诶，听因伫内底祈祷。为什么？迄就互伊诶音声完闻。真早听到因伫咧上经啊，喇叭播送出来，啊，我嘛缀了起床。啊，因大概这个甲咱的意思是同款的。恶道的众生啊，听到了后真正得到利益。啊，人性中也境界分明，正听啊，这个。音声听到了后，会起这个作用。音声潜心，听色自苦。音声功德，并如精也。大家爱拢嘛，都爱有啊。啊，时时刻刻相存利益众生心，你有真的心自由真言，古刹世尊现在嘛有，古刹甚至大经内面个经文，注解内面，你讲一个经。一般的经都还是注金刚经五千字，啊，阿弥陀经也有咒大经，我有看到，那么经文是一部华严经，这经真大个啊，比人更加悬啊，一部华严经起来来对。一部《法华经》起来来对，这个经讲一声，就是这部经周遍法界。啊，大乘经记名中一声，即如转向精心所具一切严密的经法。一如说法人，比如说法的人，一一声中皆有无量妙义。这个，这意思非常的宽。啊，这段那就学到这地，咱过来看下面第十七章、二十四章、第十七章三十五愿，一生无处愿，请看经文：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是我国家。究竟必至一生无处，请看两类注解。由将中正面的这种的经文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究竟必至。一心不处，
这个疫情保持这边安心到极乐世界，哎，偌久的时间会成分呢？决定是一生。极乐世界人寿命真长，那决定会到第二生。啊，那是伫极乐世界诶，永命真真。我相信，伊诶时间会真紧，因为极乐世界学习环境好，学习无中断。那老师是阿弥陀佛，到极乐世界无别项代志，是到极乐世界。亲近阿弥陀佛，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，这个讲堂是现在这身份入去的，离开讲堂啊，就成佛，就毕业咯。啊，未成佛，你就未离开讲堂。啊，每一个人成佛的时间不一定啊，有人真紧，有人时间有较长一点啊。那是啊，每一个人的根性群都无同。啊，极乐世界身体跟你现在身体完全无同，伊也是发性心，发性心不生不灭。发性心不是啊，普通的现象。啊，伊也是如如不动。慧能大师所讲的第四句：“我即自性本无动摇。”那就是讲，极乐世界是发性心，啊，是不动不摇。就是讲，伊毋是性灭心，啊，不生不灭。这个身体不用吃饭，也不用去睡，有的世界没住呀，就是说它也是光明的世界，它那里没太阳，也没月亮，也没灯，所有一切现象都放光，心放光，阿弥陀的心放大光明，每一个人心拢放光，大的这个经典拢放光，微草树木放光，无啥物件未放光，光明世界。啊，去到诶迄地咧，听经文化学习，拢嘛无中断。总是给你啊，创清楚啊，创明白咯。啊，放下你的烦恼习气，所以最后啊，也是放下，放下到极乐世界是放下。啊，不是你这地，这地放下是真困难，到极乐世界放下就真容易咯，一点也未麻烦。啊，所以咧，究竟必至一生保处，这是第三十五一生保处愿。一生保处者，以一转生保佛处啊。如今道说论严密的菩萨，一生即保佛位。那这是啊，后保佛。
换一句话讲，高教世界修行真正达到究竟圆满。菩萨究竟圆满，就是啊，一心不处，不是不复位。佛在这个世间灭度了，以及这个世界来生活。这迦牟尼佛在这个世间也灭度了。现劫第四尊佛，那弥勒菩萨什么时候会来？弥勒现在啊，在啊，倒数天。道士的寿命若到，伊就会来这世间来。道士天的寿命偌长呢？道士天的一天，一个人间四百年，时差真大了。人间的四百年是伊的一天。伊寿命偌长？是亚那边算的，嘛是一年365天，寿命4000岁啊。但是呢，4000岁你也知影，一天是人间400年，算起来呢，经常也有大概是56亿7000万年。弥勒菩萨来到人间来成佛，那这么长的时间，中间无佛，咱在地藏经里面看到，释迦牟尼佛交代地藏菩萨，伊灭度了后，弥勒还未出世之前，可以代理佛。地藏菩萨代佛教化众生。所以地藏菩萨任务非常的伟大啊。啊，这么长的时间当中，他都要靠地藏菩萨。啊，世尊也佛法，佛法也有9000年。9000年的后，完全是靠地藏，一直到弥勒佛下生。那有真侪人咧讲，弥勒菩萨现在已经下生咯，这拢是假话，无经典咧做依据啊。啊，咱有佛而依教，不依人，教就是经典。经典内底无即款的讲法啦，咱唔通相信。一生不出家，以一转身不佛处，阿伊得来成佛。如今嘛，都是为圆中之。弥勒大师，不出菩萨，大概拢嘛是在道士天。那为什么在道士天？道士这两字是凡物，反正中国的意思是低俗，你该想看这个意思。顶格菩萨低俗才会当做佛，不低俗未当成佛。成佛低俗，了这个法啊，低俗呢都圆满啦，不低俗永远都未圆满。我伫经常定的提示咱，低俗吃苦啊。什么是富有？低俗的富有，伊免求，伊什么都无爱，
要求的人会贫穷啊，伊个欠这个欠迄个，要欠款，伊都不抵账。啊，什么时阵，咱伫这世间，各项抵账，咱就得到大自在，你就未生烦恼。你这人真正讲是如意啊，自在如意，而且菩萨啦底下的表法，拢是咧教导咱的啊，提醒咱一定爱知足。啊，伫这个世间，你甲看有一间厝啊，通掠风掠雨，那每工食会饱。真会烧，知足咯，你就真快乐。啊，逐工要甲人比赛，偌可怜的呀！这世间最可怜的人，来永远都不知足。啊，咱来修清净心。破坏咱的清净心呐、啊，一个上个厉害物件，咱一定要放下手机啊，这唔当爱啊。有这物件，你心内会清净，所以啊，你念佛的功夫不得力啊。我现在手机都断掉，不爱滴咯。啊，以前我有一个手机啊，有当时拍电话给别人，我的手机啊，甲自己讲，每年充一摆电，现在无爱咯，无话通好讲，有啥话通好讲？我甲你讲了，不如劝你念阿弥陀佛。你真念阿弥陀佛，啊，就是我逐天咧甲你讲话。啊，什么拢无爱咯？即得到一大自在啊！啊，每工我的工作，读经、念佛，甲大家分享，分享就是助他两利啊。下面讲即法华所说，无有一心在，当得一切地是名一心不处。法华经安尼讲诶，但无还是无得到这一心不处诶，要一心地诶。那无有一生，伊只有一生咯。这一生一定会得到一切地，这一切地就是生活，这叫做一切种地。伊这一生就得到咯，所以叫一生不处。犹如会所说，一生不处者，是顶格位，那是宝藏人土内面。大的这些菩萨四十一的顶级，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顶格，这个四十一的位处的菩萨住十宝庄严土。啊，咱中国人咧讲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这是因修行的所在，罗马是见性的啊菩萨。为什么有这么多阶级？那就是讲，伊的无始无明习气还未断啊，啊习气带较高的，
位处啊的低，大较薄咧位处的悬，这就明白咯。是无重要都对对来，无始无明失去变现出来啊，无始无明变现出的是自性法界。见思烦恼啊，变现的都是六道啊轮回。从清楚了后，这烦恼失去，那拢该放下，就真容易超越。每个流乱咯，未阁有占有念头，未阁有啊控制念头，咱才真正得到自在。啊，心地清净，那清净渐渐的趋向平等，无分别就平等，无染污啊就清净。啊！一切法来对六根，对六尘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无分别，无执着，都未必有量。你看到，你听到，放在心内呢，啊，都比有量。那现在有量。叫做造善业，有善的恶念叫做造恶业。恶业所感的就是啊三恶道，善业所感的啊就是三善道，这是未当出六道轮回啊。所以这恶念先甲恶拢总甲放下，能够放在心内啊。哦，清净心现前，那清净心是智慧，未是烦恼。要过进一步提升，对清净啊，提升到这个平等，平等是无分别的，清净也够分别，但是未染污。就是不执着，那平等心比清净心高，是深深的禅定。禅定，禅定就会当啊开悟咯，就会当见性。啊，回收来对供，以前补助家一定各位，啊，法华经常讲的是同款，常有一心无明，故教英文一分心相无明。离破，实在讲，这是啊，无明失去。所以讲，一生生到一无土，对原教初祖，一直到顶教，四十一个位处，拢嘛是一生净掉，无第二生。啊，最后以顶高为处，这个地位，甲无明啊、习气等清气，啊，伊就成佛了。最后
这无名习气呢？出品无名是无名习气啊，积力最大。大到什么程度？人生万法啊，人生万法都是无始无明习气的作用啊。为此有心修行，到最后的战处咯，以金刚地菩提，结果妙家之威果挖何处啊？啊，金刚是比如啊，比如智慧的破无痴啊，无明啊是无痴，这智慧。也是自性来对本来有的，按怎才会当去复原呢？禅定啊，啊，禅定是真心，来真心会当个照破啦，啊，咱伫现前，爱当定定想着，弥勒菩萨，啊，世尊的对话，咱对啊放下，知影什么呢？知影讲一切法界。那一切法不从现象来对三生的，就亲像咱今仔日看电视，电视屏幕顶面一切现象，咱呐一旦看得袂着啊？为什么得袂着？这个相机上完全是电流不从现象三生的。波动的频率真紧，咱的目睭迟钝，看袂到伊波动的现象。伊是一个相，煞了一个相，伊速度太紧，决定啊，唔是真的。而且一个相闪过去了后，佫袂回头咯。下面一个就又起来，这个面就又一个起来，所以是相思相续相啊，无啊两个念头也是啊同款的，同款就叫相相咯，无同啊，大同小异。这是咱咧讲大同小异，实在讲的是小同啊是。交通大意啊，这是真的。为什么？咱若无看了整个宇宙，看了整个宇宙才知影，小部分懂，大部分不懂。啊，那局限伫这个范围内底啊，所以看袂到大意。啊，那展开呢，还是大意。就甲黄文官顶面啊所讲，出生无尽，出生无尽就是大意。元修国师就甲咱讲三种周边，念头在叮当周边发界，啊，所以一定要知影，咱起心动念绝对袂当瞒人。
啊，你看，就难讲呢。都阿知影，医生当然知影，天花板知影，墙壁知影，地板嘛知影，无一项唔知影。你会当骂啥人？啊，真正了解事实真相，歹势起一个不善的念头啦。唔是无人看到，看到人太多咯，只是自己无看到。阿弥勒菩萨跟人讲，咱算出来了，大概这个频率呢是1600兆分之1秒，比较悬的频率的下面。咱看未到，就伫咱面前，目睭睇搁较大，你都无看到。这个代志是真的，唔是假啊！啊，咱这个对片呢，就是同学送给我电影的对片啊。啊，以前啊，古色的电影是同位组成的啊，这是幻听片。在放映机内面，镜头拍开一张，照在幕顶面，咱看到了。速度呢是1秒24张，也就是讲24分之1秒，用这速度，那是讲。这个啊，这个1秒钟内底，咱只放一张，用这速度，就是讲啊，24分之1秒的速度，在牛毛顶面放一张，你看到无？看到咯啊，看到什么？光啊，生一个，光生一个无，光内底什么都无看清楚，都无看到咯。这都是咱啊，真平常的现象，大家容易了解。现在把这个速度加到1600兆分之1秒，一秒钟开关1600兆次，都在你面前啊，完全拢嘛唔知呀，一丝毫都无感觉到啊。所以事实真相，你哪会知影呢？这叫事实真相。啊，星球爆炸迄个像啊，啊，迄个声音呢，嘛是伫这个频率下面，无看到，无听到，就伫眼前呢。这样知影讲，咱这个六根太差了，无路用。啊，就修订咱个六根的能力找上来。啊，为什么定定定的境界？无时间，无空间。啊，空间的这个这个现象，障碍无咯，讲空间位置无咯，你就会去看到真相。看到宇宙的元气，看到万法的根源啦，看到家己是对的未来。能从明白，能从清楚，咱啊家己啊宇宙万事万物是什么关系？啊，佛跟咱讲了，讲得真清楚、真明白，什么关系？一体，拢嘛是一个自性变现出来。
这样的自信，家己的自信，家己的自信甲别人的自信，是同一个自信，唔是两个自信啊。那变化界、虚空界，都是一个自信呀。所以是一体啊。啊，一体里面，出现呢，咱来讲性德。自性本来有的大德，迄、那个大德什么？亲爱，一体亲爱。啊，亲爱是第一德啊。佛教传来中国2000年。我上等啊，中国文化元气，我认为讲至少有13000年，婆罗门教有13000年，但中国文化元气未伫诶下面，啊，就是讲老祖宗发现啊，这个。性德，啊，这个性德太好了。对于这个发现，对辅助母亲、父母对儿女迄种的亲爱，而且啊，出自自性，无人介意。啊，什么时阵看得上清楚、上明白？红颜啊，3-4个月，这个时阵上个明显。3-4个月，红颜啊，完全是天真，无人介意啊，嘛无乌鸡，你家放咧迄地咧。你的边啊，详细个观察，伊对个老母，你看爱心，为行恭维，你看个眼神，看个动作，都看出来咯。老母对个爱，伊对老母个爱，这都是这个啊，本性来对第一点。啊，咱老祖宗发现咯。我发现了后，就动一念头，就好啊！如何保持这个啊一心不会变质，而一心未改变，啊，就起这念头啊！这个念头就是教育的起源啦。然后他保持爱教啦，啊，中国的传统的教育啊，就是讲。传统的文化，传统文化就是教育，这教育的源源根源目标都真清楚。源源有辅助的亲爱，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将亲爱来保持永恒不变。这是一个目标，第二个目标，把这亲爱来发扬光大，我也会当爱兄弟姊妹，我也能爱伊阿公阿嬷，曾祖父庙啊，高祖父庙啊，高扩大爱伊家族，高扩大爱伊厝边邻里乡党，爱民族，爱国家，爱社会，到最后。凡是您该输爱，中国教育纯净啊、纯善的爱的教育，啊，用在政治上爱的政治，啊，用在商业上是爱的企业，是爱的商业，无论用在多的顶面，拢总是爱。
这是中国的文化啦，这是中国本有的啊。啊，对阮国一直到末清的末年，拢无改变，世世代代改朝换代，只有这个不变。文言文也不变，中国教的理念不变，中国教的方法不变。啊，晚清亡国了后，西洋的文化来了，大家对西方洋枪大炮迷了，甲中国物件淡薄疏忽了。对淡薄，对疏忽，到最后拢总个淡掉，无爱啊！外国人，中国今仔会遭受这款难，什么原因？放弃掉反国世代相传的爱的教育，无爱了，麻烦来了。日本待了四百年，因接受西洋科技比人家早，啊，是因为巴西也是足迷人的，啊，迷到了后麻烦是足大的。啊，电动弯曲是怎样的？啊，香港啊，前两礼拜，一礼拜内发生了两件后生太爸母啊，什么原因呢？算电动弯曲啊，算暗时唔困，爸母家啊教训，伊第二天找个同学来。也比不抬死啊！这是什么？未着外国的顽固，比不个干涉，一个比不抬死啊！一礼拜发生两摆，蛮可怕呀、啊！这是英国同文比博士外国人讲，要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，画家甲人讲，还佫包括灾难，地球的灾难，只有中国的孔明学说大乘佛法，这两项拢嘛是中国的，那现在无爱滴咯，然后外国人甲人点起。啊，该在的这几年，几个咧办文化的啊论坛，而且咧宣扬、提倡，现在年轻人愈来啊，就会愈多咯。注意到这个问题，中国有好物件，会解决问题啊。那家己解决，当作外国。会帮助全世界维护安稳和平，我们是做未到啊！这部军事必要都做会到啊！啊，希望军事必要会快速普及到全世界。啊，人人拢来甲读，人人拢学，真正会有好人。大家伫这个电台顶面来讲演，哎呀，造成一种的风气，
啊，我要找这我讲的语文优秀的老师。咱来做一个实验。这些国家来做实验，啊，实验成功了，全世界的这些国家都进行了，因为什么？拢在找通往河海的大道，就是找无啊。啊，真正找到技术人员，做出牺牲奉献来做这大事业，这个下面讲六一未到。一家一世之力，这是讲一心啊，保持也是什么意思？一世啊之力，无密宗所得菩萨之位，正得正菩提心，自此一世出生无量智。三昧总启蒙，总启蒙，将出经中之有啊，第十地，这种密教，不是显教，初地到十地，密教十地，无共显教十地，应有第十一地，密教的十一地是佛地。这头前是菩萨地，一转生无佛处，是名一生无处。这是密宗所讲的，就是讲，就是总共一句显教密教，拢是指菩萨最后地。啊，在这基础上，伊转生，伊就成佛了，菩萨就成佛了，所以讲是。一生保持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每一人一生当中拢会达到这个目标，拢会成就一生保持。换一句话讲，极乐世界这个所在是保证你成佛。而且第一生没到第二生啊，不正的幸福班，这个法门啊，真正不容易去渡掉啊。渡掉了后是唔通家己啊放弃啊，放弃啊就太可惜了啊。这个世间的一切一切，拢应该放下，唔通跟心来。把阿弥陀放在心内，把阿弥陀放在嘴内，那开嘴呢，就是阿弥陀佛，念念是阿弥陀佛，无别的念头，安就对了。啊好，今天咱就学习到这地。